老在阿美族即群舞蹈做开场，加上舞台边啊所摆的各式花卉，记者会上就先讲将蓝豆花卉嘉年华被带给民众美丽佮老在气氛完全呈现出来。由南投县政府主办、各乡镇协办的南投花卉嘉年华活动，将在这个礼拜18号在玻璃顶盛大开幕。甲过去真无相共的是，今年主办单位在玻璃的大平顶铺设了浓重15公顷的美丽花海，加上居高临下的位置，呈现出甲其他县市的花卉活动更加特别景致。啊，咱今年花卉嘉年华在这个拜六12月17日，在南投市的肉品市场开跑吼。啊，12月18日。在咱埔台高中边啊，赤崁顶的农场遐，咱有15公顷的花海伫遐要开幕，啊，直直到旧历过年了，啊，所以欢迎乡亲哦，大家这个时阵，大家来到咱南投的6个乡镇哦，来佚佗。这次南投花卉嘉年华虽然以玻璃顶为活动主要场地，但相关活动扩大到包括戏池、民间、县级等乡镇，都举办相关的精彩系列活动，提供游客更加侪佚佗选择。12月23号，埔里镇花车定点的展示；24号下午，花车游行及3000人以上的生花彩街结合花车游行。希望你这位来一碗汤，来去滴，收好花，啉好茶，食着真好食的香果，这是阮三。我们这次呢，在原民局的部分也特别规划了2天1夜的一个行程，把游客呢带到部落去过一个平安夜哦，然后也顺道呢了解我们几个乡镇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好食品哦。主办单位强调，今年又推出下载 APP 扫描二维条码就当换纪念品活动，加上民众上袂当错过抽奖，有美景有奖品，阁会当泡汤。南投花卉嘉年华绝对是今年冬天全国游客上袂当错过精彩活动。欢迎大家来南投。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